欢迎来到纯心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。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。迪丽热巴晒海滩美照，身材窈窕如美人鱼，踩高跟鞋再破怀孕传言。3月10日，家行迪丽热巴工作室再次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组美照，并为此配文：玫瑰香气萦绕，氤氲光影流转 ，Dear 迪丽热巴一袭黑色交叉连衣裙勾勒曼妙身姿，目光流盼，静听海风呢喃，此间氛围正好。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画面中的迪丽热巴身穿黑色的连衣裙，一头乌黑柔顺的波浪长发披肩，气质也特别的优雅迷人。她在海滩上不断的凹造型，时而是撩动自己的秀发，尽显妩媚撩人。时而又为我们展示她的侧颜和背影，依旧是美得让人无可挑剔。迪丽热巴也双膝跪在沙滩上，眼神迷离地看着远方，给人一种可怜巴巴的感觉，似乎也与她近段时间以来频繁遭受到各种非议而感到无奈了。随后她也身体向后仰，尽情地释放自己心中的委屈了。海浪一次次地冲刷着沙滩，整体的画面也特别的唯美，但是相比于此时此刻的迪丽热巴，似乎也逊色了不少。她的这身穿搭也将她窈窕的身材完美地展示出来，如同刚刚上岸的美人鱼，让人舍不得移开眼了。迪丽热巴的脸上也画着十分精致的妆容，一双大眼睛也显得特别的清纯灵动，而且鼻梁高挺，嘴唇性感丰满，皮肤也特别的白皙水嫩，一如既往的少女感满满，依旧被不少人视为心目中的女神了。而且她也戴着金灿灿的耳环，彰显了她的豪气。她也特意晒出了一张自己脚踩着恨天高站在泳池边上的美照，似乎也想以这番举动再次澄清自己怀孕的传闻了。再者，如今的她四肢也十分的纤细，而且小腹平平的，这身材依旧称得上是娱乐圈中的天花板了。近段时间以来的迪丽热巴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频繁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多组美照，这也让人更加期待着未来的她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同时也期待着她能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，相信到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。杨幂、孙怡、董子健、刘昊然、杨洋、杨超越、鞠婧祎、白鹿、罗晋、林更新。孙怡之前跟董子健说让他别太快谈恋爱，鞠婧祎会给身边的人送小礼物，出去旅游回来都会带纪念品，杨幂参加红毯的时候不太露出的地方也会全部打粉，要求很白。罗晋现在电视圈的片酬涨了一些，白鹿还会参加下一季的跑男，杨超越之后的影视资源不会这么好了。陈星旭之前确实拒了苍兰诀，林更新谈了狐妖小红娘竹叶篇，凡人修仙传，杨洋、金世佳，刘昊然现在买东西方面还是有点抠门的。感谢您观看此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，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。我们的纯心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供您选择欣赏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。再见。